县府啊，不是林明真的，是大家所共有的。领导群长林明真就任了后，第一次来主持扩大管务会议，召集各级主管以及科长来参与，借着这个机会来互相勉励。我希望啊，我们南投县的未来四年呢，能够给县民啊展现一个亮丽的成绩啊，让县民对南投县政府啊改变了新的形象，改变新的印象啊，让我们县民啊听到。我是在县政府上班的，对树木起见哦。他卖东哦，卖的广电会想搬了，人家连理都不理你啊。这是对我们一个人口上的一个鼓励哦。而且大家共同来自我要求哦，把县政府啊这种形象提升，好让大家看到哦社会的尊重哦。关注人民钱，也要求当然重视行政效率，尤其对着民众定情的案件，拢爱尽心尽力提供上好的服务，同时嘛爱保持清廉，提升管户的好印象。我们所有县政府的员工啊，在第一层啊为县民服务的时候啊，态度一定要诚恳。那么法令没有限制的，我们就不要啊去限制老百姓的申请许可啊，同时速度要加快。对县民的服务态度一定要和蔼可亲啊，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最重要的，一定要清廉哦，不能让向县民拿任何的好处。如果啊有向县民拿起任何的好处啊，我们绝不宽待哦，一定啊一送法办。年度第一次的扩大管务会议，林明真用了半点钟的时间来做勉励，希望在大家的努力之下。会当让民众感受到县政府的用心，并且看到南投的改变。记者张伟雄采访报道。